马上《攀登者》9月30号要上映，那您参与这部影片，当时就是您觉得这部影片打动您的是什么？您觉得这部影片它所传达的这种精神内核是怎样的？首先，我对攀登是感兴趣的，这项运动我本身就有兴趣。第二呢，作为一个攀登的人，我们都知道珠穆朗玛峰的两个故事，一个是1960年，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登上珠穆朗玛峰，人肉梯。还有一次就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还包括一名女性潘多，登上珠穆朗玛峰。那一次用自己的方式测量了珠峰的高度，8848.13米。中国人用自己的梯子搭了一个叫做中国梯，让后面的世界的多位攀登者用这个中国梯成功登了顶。今年是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0周年哈。如果让您回顾就是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您觉得您的哪一段故事，哪段亲身经历会让您感受到自己跟这个国家的关系特别密切？哇，这个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战狼一出来的时候，我是设想的镜头是那样的时候，但是当那6架5直10、2架米1拐1从空中飞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祖国强大真好。战狼一的所谓的成功，它只是一个标志杆，其实所有的改变在这个十几年潜移默化的这种波涛汹涌的下面一直在慢慢的积累着积蓄着，一直到战狼二的大爆发，那整个完全是随着我们国家从改，我是70年代生人，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这一路经历的历程成长发展强大，是我是一直是沿着这个国家的轨迹，我们的电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只能说就是我们是享受到了共和国发展强大的红利。拍这个电影之前有没有跟这个曾经的这个攀登者他们进行沟通？哪些真实的故事或者细节有没有打动你？60年的时候，有一位刘大满，快要接近还有400米接近山顶的时候，他自己觉得走不动了，他留着氧气，他说我不上去了，我给你们省一点氧气，等你们3个下来的时候，这个氧气能我给你们保留着，你们下来记着吸一口。他觉得他要快要死了，他把这剩下的半瓶氧气留给自己的队友。60年登顶的时候，因为有冰爪，在戏中张译扮演的屈松林不忍心用冰爪踩伤自己的同伴，也加上滑，把鞋脱掉了，光着脚上的中国梯，海拔8300米啊，那这脚下来不就是切了半只脚吗？1975年登山那次，现在有一位老英雄在，是桑珠老师，现在是登山协会，我们拜访了他，这一说起当年的事情，他很平静，但他眼眶里是红的，他说他们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但就是遇到雪崩了，找他的时候就看到远处有乌鸦在飞，然后我们说那就是他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乌鸦已经开始吃尸体了，把乌鸦赶走了，我们没有能力去背着尸体下来，我们就把他身上有纪念的一个东西拿下来，拿回来给他的家人。这个只有中国才会有的故事，也只有攀登才会有的故事。这次这个攀登者没有人拍过登山题材的电影，我也是在试错，但是这种类型如果你不拍就永远没有这个题材，拍了就去拍了就好，然后继续努力的做就一定能做得到。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这个电影的水平在国际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您觉得比较欠缺的是在哪些方面？我们正在由一个电影大国往电影强国去迈进的路上嘛。我觉得我们真的从技术上，我们作为中国的电影工业基础更夯实一些，那现在大家越来越清醒了，大家都越来越往自己的专业化的上去做得更专业了。我觉得这个路
总是要大家摸索出来的。只要别忘记自己当初进入演艺圈是干嘛的。如果你是为了享受这种专业给你带来的快乐，这种纯粹，那你就回到那个点上去。而且这些年嘛，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每一个人都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攀登者，每一个攀登者都是追梦人，这种中国精神也是感染我的。